没有组队成功的六位学员就将要告别明日高校了。未来的你们会非常感谢今天，非常感谢这个暑假，继续写自己的音乐，做自己的音乐。我也希望你们可以记得你们拥有非常非常好也非常浪漫的一群伙伴。我觉得你们的实力都非常强，我非常期待你们未来更多的好的作品，这只是刚刚开始。我觉得明日讲的永远不是今天的结果，讲的是明天的希望。我没有太多说的，继续玩音乐，不久的将来咱们音乐节舞台见。 OK， 等你们。千言万语，千言万语。加油加油，都加油！拜拜，兄弟们。可能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太空餐厅就这么拆了，就非常的遗憾。但是我觉得，在我们心里更遗憾的事情就是，英哥决定坚持，然后我们没有制止他。我想对家里人说，我做的蛮不错的。加油！开开心心的啊！对于我个人而言，我是一个就是特别幸运的人。我觉得就是能认识大家很高兴，我觉得已经足够了。我的马儿呀！没事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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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路还长，说实话，我不是个乐队，我希望自己加油吧。对，我会让喜欢我的人更喜欢我。哎呀，没事儿。我感觉舞台还多，是要写达西山了。留下的兄弟们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创作，好好写歌，一定要对得起你们现在坐的位置。离开的兄弟们别怕，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，我们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。是明日高校特邀演出，这次的演出是由美芝乐队加一位老师合作完成。我现在有请我的好朋友周深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。透露一个小消息，其实我也把我的乐队叫到现场。透露
觉得龙哥太有特色。我觉得你们应该谢谢龙哥。在朗朗大师和周深的带领下，三天完成了这么一个作品，厉害。子琪老师做到了站在舞台上给他们最大的安全感。今天的汇报演出现场设置了一个特别的汇报席。好，大家欢迎田宏杰的爸爸妈妈和马哲恩妈妈。气运联盟加油。想不想爸爸？想。敢不想？爸爸只希望你继续拽。马哲是最优秀的，奔马奔腾。我们两位队员的爸爸妈妈没来，然后我只是想说，不管来的是哪位成员的家长，都是我们气运联盟的爸爸妈妈。就是特别想家，特别想爸爸妈妈还有小弟弟。今天是他们第一次看我的现场，我觉得特别开心。这个胎气是妈妈给你带来的，妈妈知道你承受的痛苦，承受的压力，妈妈不希望你逃避，妈妈希望你用你的才华去消融它，用你的美好清洗它。陈佩红女士，我爱你。